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的钛合金水衣多么的神奇！昨天呢，我的脚啊肿啊发脓，然后让我们的安娜老师帮我用那个指甲钳剪，剪的那个鲜血淋淋哈、啊，肿的走路都走不动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用这个钛合金水，钛合金水不断的这样子喷，喷了一个早上起来，你看这里都消肿了哈。而且呢，这个血这个位，你看这个位置上现在已经不痛了。之前啊，走都走不动，掰脚的去见我们的白总跟我们的林老师，现在一个晚上就恢复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钛合金水仪是我们家庭健康的好帮手，大家一定要每天喝钛合金水哦。